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八月三号，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川普要到华盛顿 DC 联邦法院报到。这个联邦法院就在这个华盛顿 DC 的国会大厦，应该是在国会大厦里面，距离这个 FBI 跟司法部非常近。这是川普面临的第三次被指控，就是刑事指控。 联邦的角度是第二次遭到联邦指控。那后面，川普还面临还有可能两个指控，一个是来自于佐治亚州的，另外一个来自于纽约州的。佐治亚州的总检察长跟这个呃呃地方检察官和这个纽约州的总检察长都已经公开发表声明，呃，他们要抓捕川普，抓捕川普。那今天川普所遭受的指控。 的罪名叫做阴谋颠覆美国。当我听到这个罪名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那是中共政权的特权。在香港被剥夺自由的环境之后，也有了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香港，哈，二零二零年之后，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之后，在所谓的香港国安法出来之后。 那今天的美国，前任的美国总统，被被说阴谋颠覆美国，他一共有四宗罪罪他指控的，但其他三宗罪都是在第一宗罪的基础上衍生出来，所以这是在美国历史上创造了美国历史。在美国历史当中，今天如果他真是进就去了这个华盛顿 D.C 的法院之后，将出现创造历史的。 就是美国历史当中的第一位前总统，连续两次遭到了美国联邦指控。美国联邦指指指控是指美国政府的司法部指控他。而川普之前曾经创造历史的连续两次被弹劾，一年之内，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就是今天川普针对美国政坛、美国政治、美国现实当中的一切。 它表现出完全不同于美国以往的整个系统性的这种概念。那川普将会遭到什么待遇呢？这一次被这一次的进去进到联邦法院之后，因为华盛顿 D.C. 本身的状况，他是他所去的法院呢，完全是西方美国左派势力的控制的范围，完全都是主审的法官。 曾经主审了一月六号国会事件的几乎所有的那些参与者，那所有参与者几乎都是被他判刑判监入狱的。呃，他是被奥巴马指定的联邦法官。那川普在他手里面将会很难，就是应该这么讲，很难面对，很难的。按照他的法律规定，法官有权拘押川普，啊，川普有权拘押川普。 在今天，如果他真的羁押川普，将会营造一个从未有过的历史，从未有过的历史。那川普不可能就说说我不到庭抗辩，应该不太可能。所以这就今天成为了一个创造美国历史的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本身的整个背景呢，在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原因是川普现在。 是美国共和党当中以54，以百分之五十四的这种投票率，占有绝对领先的地位那54。那百分之五十四超过了另外的一个竞选者德桑迪斯三十七点，德桑迪斯呢只有百分之十七。那其他人包括彭斯等人，他们不足百分之三。所以在今天的背景之下。 美如果川普以这样的方式持续走下去的话，将成为美国共和党当中唯一的真正的这个竞选者，因为他是他是已经已经其他人失去了一个抗辩的能力、抗争能力，那这样的话就会促成美国历史首次面对现任美国政府、现任美国总统。 在面临着自己完全的竞争对手、政治对手的背景之下，他自己的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却对自己的这个总统的竞选的竞争者施于法律上的一种打击跟制裁。当然，他们不会把它称为叫法律上的打击跟制裁，但是他的罪名是用来阻止川普竞选美国总统的。 一个唯一的罪名，因为在美国总统竞选当中，他的门槛太低，大概出生在美国，大概年纪三十五岁吧，就有权利竞选美国总统，其他任何附加条件都没有。那有关什么？你是杀人犯、抢劫犯、v e 文，你是什么？但你都有权竞选美国总统。但是在美国的宪法第十四条。 当这个人出现了某种行为，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伤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时候，伤害了美国国家的民众的意识、国家的意识、民众的安全的时候，他不适合承担美国政府当中的公职。那这一条就成为了现在状告川普的主线，所以那个罪名出来的罪名是针对这条来的。 阴谋颠覆美国，那就是伤害美，那伤害的是什么？是美国总统竞选的概念。在他的起诉书当中，追溯到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号之后，这个时间段是在二零二零年美国大选之后，川普对大选结果不服气，然后就提出了他的诸多的这包括川普的支持者和川普的律师。 去要对整个大选的真相加以追溯，需要展现真相。可是当时的背景环境，包括当时的司法部、当时的 FBI、当时的国家呃网络安全局，就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局，当时的有竞争就是有着质疑的法官系法官系统、法院系统，甚至包括美国最高法院，都拒绝接受。 川普的任何申辩、申诉，这是事实。那包括当时的 FBI 明确讲说，这一次大选是非常公正的。可是就在今天，在现在，今天是八月三号，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前，已经充分的证实，二零二零年美国大选最大的干预者是美国的 FBI。 那源自于美国整体的情报系统，源自于现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是当时拜登总统竞选团队的主管。他们透过虚假信息，透过封堵信息，来在来在故意诱导、误导美国选民的这种取向，把有关川、有关拜登。 和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丑闻，以栽赃俄罗斯的名义，以栽赃川普的手法，来误导选民的决定，成功的左右了美国大选的一切。这是当时的背景，而这一份东西到现在却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而大选结果本身遭到川普质疑的一切，没有任何一个案子。 上到了正经八百的法庭上，没有任何一个案子都被法官以各种理由给 DQ 掉、给取消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场面。在今天，美国特别检察官去状告川普涉嫌颠覆美国的时候，他的集中概念就是川普要颠覆合法的2020年的美国选举的一切。 但他这个罪名，就会迫使在法庭中有关二零二零年大选的所有质疑的证据文件，将首次来到法庭上面，首次进入了法庭，首次进入了这个这个呃司法系统。这是一个相生相克的理，在现实的环境中的充分的展现。而今天的美国的左派势力。 却似乎没有能力意识到，这将是2020年美国大选真相的首次司法过程。而他，而他们的做法是为了能够阻止川普竞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他们却没有想到，2020年的选举真相将在他们截杀川普的过程中，首次向公众展现。那在华盛顿 D.C. 法官是隶属于左派的，这是没错的。可是这样的 case，无论谁输谁赢，都将输的一方都可能上诉，上诉到第十一巡回法庭，应该是第一巡回法庭，再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那第一巡回法庭是由美国的首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来掌控的。那通常的巡回法庭。 是有一个三人小组，由三人小组做出决定。那如果再不行，就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而美国最高法院，在过去的时间里屡屡裁定，就是现在的特别检察官他所递交的 case，在美国的最高法院都遭到了八比零、九比零的淘汰，否定，啊，否定。那而。 在美国的最高法院，从去年的这个时间罗伊韦德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完全倒向了传统的，也就是保守派的力量，他的裁决的方向也都是这个方向。这就出现了故事，因为最高法，因为现在的对川普的这种啊、呃、申诉吧，对川普的刑事举告，他注重在过程。 注重在川普过堂，就是上了法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会直接贯穿美国的大选年二零二四年，将直接影响选民的判断，而不是判争的结果啊！它的意义不在结果，它的意义在于整个庭审的过程。可川普在历史的过程中，在他四月份遭到第一次被指控之后。 每一次对他的刑事指控，都是川普凝聚美国选民、凝聚他核心力量的一个一个一个爆发点、一个突破点。在第一次四月初对他指证、指指控的时候，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汇集了四百万小额捐款。在第二次对他联邦指控的时候，他汇集了三百万。 联邦捐款，啊、呃，这个小额捐款，那小额捐款的额度每个人不到二十四美元，那代表着整个美国的民众，真正的选民已经突破了党派的概念，而去倒向了对川普个人的支持，这就塑造出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英雄，典型的美国式的英雄是个人的，遭受权力的。 欺诈的、系统性的迫害，而这种权力的欺诈的系统性的迫害，大多都是以法律名义的。所以，对川普的这种做法，将会重塑美国的历史、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政治系统。也就是说，两党的概念、两党统治美国的概念，很可能出现改变。所以在川普的眼睛里，明确讲，二零二四年。 是美国美国国家生死决策的一年。如果你选择我川普，就是生；你如果你不选择我川普，选择其他人，选择民主党人拜登也好，那就是美国将不复存在。这是他竞选的口号。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代里。 当我们看到了中共国所发生的这种巨变的时候，在美国的社会同样发生着巨变的时候，人类社会在进行最后的这种抉择，生与死的抉择。美国社会、美国国家在面临着生与灭的抉择。这是川普的话，那今天就成为了一个万世瞩目的，所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今天下午四点在法庭将发生什么。如果他真的。 抓捕了川普，把川普给扣在那儿，给拘押了。我相信美国今天的晚上将出现历史性的一夜。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